鬼红心的肉，嘿，你滚出来！你要来做进来，你拢无想讲啊？你领这份违约金，一天到暗也无打卡，啊，你还外口爬爬刀，啊，咱这个名单拄着麻烦，你敢知影呢？你知影无？贪红先住，本着你度失踪，何人会烦恼呢？咱就想点办法。关于这个问题呢，我洪天龙做进来，就是要跟你讲吼。这个代志我咧甲想起来，其中有曲啊，这鬼佬走到尾后全无位，一个彩虹仙子被人掠去。不过是安尼啦吼，最近我洪天龙去探听着，他听讲有搞这个差生阴谋，过来中原认真来做一切计划，甚至魔搞异术，要利用这鬼气，但也差不多。以前非常轰动武林，惊动万教，一个杀人尊者名天汉呢。这个人大角色，听讲也来被魔教所的利用将要打出。老人，你捌听过这个人吗？阿鸟，哎呀，你这个听到三百年的道行呢，你就知影。这较早遐老话咧看金光鱼讲哦，见讲拢五百年、六百年、三百年。要想人家有人活遐久，啊，到尾才知影讲哦，这剑功就是安尼，仙呐，修仙呐，爱大爱了，三百年的道行是形容词，表示这个人足厉害了，是的。所以讲，人伫咧在风声放鸟，讲这个人足厉害，敢若剑通也偌好，或者杀人尊者凌天寒，伊咧开人，开到有人变尊者，啊，你甲看哦，伊也耍来骗哦。连天都会起寒冷，所以这个杀人尊者凌天寒，你甲听这个名你就知了，未歹，这个名真强啊！哎，大人甲听到这个名，卡袂顶三分了，无搞得利用这个人出来，啊，要安怎呢？要安怎不要紧吼，我往年拢也有听人直直讲，讲咧这个杀人尊者凌天寒一旦啊出现，天下间人就讲一分接一分，有一个人。就是杀人尊者凌天寒上界惊的，所以人就讲啊，金木水火土，爱用讲互相相克，五行相生相克。咱人总是有一个金气，有一个克气嘛，吼、哦。你安尼讲，咱哪知影？拢金气金气样啦。都以即摆选举，咱来甲讨论，你甲看。